记住的。我记得，你记得那个独行侠吗？他们那有个十八岁的，首发有个更好的牌，你想吗？
开板了。他开板了呗？这不是干扰球吗？干扰球不应该我们的球吗？怎么是他们的？不是，我算进了。Thank you.
前面他也不热身，他就穿的那个运动的衫，他不像打我们的时候一脱，他在那抽烟，然后唱我们热身，抽烟，然后打我们就一步一脱上来，投了四个篮，四猛四中，然后就走了，穿上外套一踢，开始抽烟，专业的面具，面具跟专业的确实。Thank you.